哎，完蛋了！哎，完蛋了！完事儿，黄总还去海边嘞。然后现在的话，给他们带上他们的小套，俺接下来去抓螃蟹去。那闺女他们是跑回家了，这回是抓不成了。哎呀，这回去了之后，学校老师发过来信息，报名又推迟了，推迟到20多号了，真是，我也是无语至极。爬后头看看那小桃给里头了没？嗯，给头了。嗯，好，先来超市给他们买个手电筒，抓螃蟹得用手电筒绕着那海水亮点吧。昨天出去玩游泳圈也丢了，再买个。这搁这几天一定要学会那个游泳圈了吗？嗯，学不会了，给你按到水里头啊。现在天气正热，正是旅游的季节，它这海滩上差不多天天都是爆满。冷不冷？这俩人一见了海，跑的都一想粘不上了。别吵了，人家都搁这儿挖挖海货的，这挖都挖不住，俺上面也有家伙。别去那么深了。花家了，还有那个大的，那个叫啥家也不着。哎呀，真热闹这儿。刚才看到这儿有个小泡泡，不中不中。我有点鸡翅抓不到。这几个人，哎呀，天哪！开住啥了没有？找着了没有？呀，不赖呀，花家也厉害厉害。不赖不赖不赖，跑吧跑吧。跑的多了，回去再炒一盘。现在天已经黑了，要是管的还是兴致勃勃的嘞，他都说咱们晚上出片了之后多螃蟹嘞。看孩儿好厉害呀，抓了一个毛眼螺，这是俩花家和家的主厨。你抓了？哎呀，好了，再等一会儿，过一盘了。看俺的收获虽然不多，但是看看俺的人玩的多兴奋。看看能割没有，主人不用走了，爷爷主人，我给你搭帐篷，好不好？不用搭。帐差不多该刮走了。回家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脚挨着它了，然后感觉到硬硬的呀。我也摸了一个，我也摸了一个，可是。不行了，俺来的有点晚呢，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涨潮了，这边还是个阴天，闷住了。我走了，这是俺今天的收获，还挺多的，够炒一盘菜了，真的够了。俺今天晚上本来是来捡螃蟹的，结果